罗宾森。东门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啊，你好，我是达达骑士，你那个店在哪里呀？几楼？4楼是吗？好，在，好，4楼是吧？好，那我坐电梯上去。这里是罗宾森购物广场里面的，我要坐电梯上去，直升电梯。电梯。是不是？哎，那在那边，哎，有人点的，4楼，对，4楼，83楼。我就说你们大老远过来的话，我就应该见个面。昨天是想说跟海霞姐，我们单独出来吃个饭，然后今天的话，这个大家一起吃个饭，因为平时跟她交流比较多，就说。对，你的。厦门天气还适宜吗？行啊，但是现在干嘛？青青岛，那也是潮，也潮湿吧。这里是罗宾森4楼。哎，这是4楼还是3楼啊？有点走错。这罗宾森购物广场4楼就是好像是全部都，大部分都是吃的，那个饮食的。好，就这里，什么札幌吧，第一家店。你好，那个达达。达达，达达啊，对，没车油，啊，没车供应，什么供应？达达，我知道你达达，但是你没车供应，我认识你哪里的？那边，这边是吧？这些，这两袋，要打架了，哇。嗯，我们是兼职的，对呀，没医保社保的，要医保社保的话，还说穿中医正常一点。兼职的东西，你说要求太多，不是太好啊？你说是不是？
又不给他打广告。再来，再帮我拿一个袋子吧，我怕等一下听您的这个您断掉了。你这个太大了，少一点。我把它拎断掉了。这怎么这么？这你下了单？行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5公斤啊！啊。那绝对不止5公斤，就是无所谓，没办法了。坐电梯。啊，我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我们到那个火车站那边去坐。好，我从那个罗宾森购物广场4楼下来了，他取了一些货，他写5公斤，这明显的就不是5公斤了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我这里是罗宾森购物广场4楼，不，我到罗宾森广场4楼去取货。现在我看了一下那个，我看了一下那个坐车，我就从火车站出发。然后坐42路到五同公交站，那五同公交站转到中宅，就是转7路到中宅五里，从中宅五里站公交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到那边去。那问题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15号，今天是周四，现在是晚上的。再过半个小时，就是天就完全暗下来了，差不多现在是17:21。
那我们先到那对面的那个火车站、公交站去。这里是厦门站的，厦门站的，现在已经有小雨了。我突然想起我的美团自行车还停在那边，还没有去签。美团的自行车还在那边呢。不然等一下还要移过，就是说就是挪车费还什么之类的，一大堆麻烦的事情。啊，停在那里，我停在那边。现在是17:25，
下雨了，下雨了。每个人都加快了脚步。骑过去，赶快骑过去，雨太大了，雨太大了，那应该是有中雨了。刚刚找地方歇，你看雨伞雨衣穿起来。出发，我要把那个共享单车去停在对那边。我现在到火车站这边呢，火车站的这个公交站这边。这贴什么？系统维护，6月15号到6月19号，要修四，是，要修三，这个要修四天。三路。啊。嗯。对，下雨了，对。我现在是在等42路公交车。我的公交车差不多还有6分钟才到，还有3个站，42路。
今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，最低气温23度，照理说是比较舒服的天气，但是下雨了，26度。你看啊，我这里可以反馈，现在它是阴，我反馈一下，它立马就是，起码是零星小雨啊，确定，拍照一下，你看还小雨呢，拍照一下。然后上传成功。然后就写的，就改过来了，马上就改过来，雨东风四级，速度74%，是吧？没有，你不在过地方。好，这40路公交车。对，40路。这辆40路，后面那辆也是40路。后面这辆也是40路，啊，对啊，一辆红色的，一辆那个。这后面又是40路，40路没完了，连续3辆40路的。连续3辆40路公交车，看来堵得慌啊。总体的路程要这样走，坐到42路，坐到那个梧桐站，坐7路，坐到中宅五里站。
这里是上到上面坐 BRT 或者火车站的，都是从也可以从站面上面去。好，我这辆车快到了。我就是坐的这，要坐的就是坐这辆车，42路。我看看后面有没有位置坐，好像没有位置坐了。陈立方，
现在到从下海路到嘉海路了，玩到嘉海路上面。原版北站。莲花路口东站，站宝龙中心站。
下一站旅错。你车上下的还挺多的。那你是先到谁的房子？先到马海的家照。那这边的。白金卡和钻石卡同步换金，您可以扫码预约存号换卡，也可以预约新号卡。就现在，换金从卡面开始，扫码预约办卡吧。
在站江头市场。
你到什么站下？下一站。好，爸，来。鞋。来，爸。爸爸，这个慢慢拿，等下再给你。等下给你哦。哎，重啊！会讲。那个什么，好，那大家呢可以积极的来参与到这个互动呢，也是希望啊大家能够把自己附近的这个照片呢都发送过来。那么同时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像现在其他的话题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互动当中。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哈，这个主持人，还有呢，今天要预告一下。我们的我画你猜环节也是照样的会在我们的下面收藏去进行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先进一个小环节啊，在这个山路好，欢迎来啊，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话题当中，山路这一站下了挺多人的，看一看。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父亲年少的时候走南闯北，去过了大半个中国，最终因为放弃家族中正常的下乡，成家后在贫瘠的农村肩负着培养教育兄弟四人的重担，历经辛劳让我们上了大学，让我们可以有所回报的时候，父亲也离我们而去。父亲用他勤俭善良的孩子教育的智慧，感染影响周围的许多人。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也都已经终于决定好，下一站一直往上走，正定公司站。突然的时候，前方客运到了，我想问您，父亲说，下一站芳福客运中心站。我爱你，如果有来生。
下一站见。我们到梧桐站下，到梧桐站了，我看了一下，还要十几分钟才到，还有十分钟才到。谁的？哇，现在的小朋友，现在的学生个子好高啊！啊，首先第一条，我是个子矮的，特别，但是这个也太高了吧。给你妈管的，你们是自己的，多是吧？啊，啊，他这个个子算比较高的，他的个子在你们班里，不是我们这一班，啊，对，就是说在你们这个也算是比较高的啊，他应该有1.8米吧，嗯。初二，我记得我们以前学校的时候，初二的时候1.8米的人没几个。来了吗 ？OK。好了。来了没有啊？妈的，真的，一定要的。这个没来，你们镇上来干什么啊？暴雨。
喂，你好，我是达达骑士。啊，我是给你送这个东西的。啊，我可能会迟到，你可不可以先给我那个收货码？我现在在，我肯定会给你送到的。不然你可以，啊，我在梧桐这里。喂。是，但是我如果送到的话，迟到的话就扣钱了。我在梧桐。中午吃的不够。大概半个小时内吧，半个小时内一定送到。还有半个多小时吧，半个小时内，我到你那里还有，我看一下还有几公里啊，等一下啊。啊，那会扣钱，好吧，好吧。嗯，跟他商量，跟客户商量说，能不能先给我售后嘛？他不愿意，这也很正常，因为我东西还没有送到嘛，是吧？不送到，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，那就会扣钱。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一单到底有多少钱？我要跟上讲讲啊，大概有多少钱这样？这一单到底我送了，花这个时间，这个精力。大概大家觉得有多少钱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。那另外一条呢？然后我最后肯定会说我这单到底多少钱，大家觉得合算嘛？是不是？又一辆42的。94路去往阮建岩的，127路。五岩湾西公交场站。118路敦善公交场站。
应该快到了，在这里等他。啊，到了，切入。请乘客请放毒额投币刷卡。
和山派出所站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本车为文旅车厢，感谢您的配合。为了您的身体健康，请佩戴防护罩。Next station is 和山 Police Station。和山派出所站，到开关门，请注意安全。We are at 和山 Police Station。请乘客主动拿出本人免票进站乘车，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往 BRT 在这里下，司机还会提醒。这站下的挺多的。实验学校站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本车为无饮食车厢，感谢您的配合。为了您的身体健康，请佩戴防护罩。Next station is 五元 Number Two Experimental School。下一站，下下一站，中宅五元，哇，中宅五里站。还有一个奥康利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你有在？他说我们明天开的，我下一站我下。你他妈都买学生月票了，再买一个吧，就帮我们三个穿。学生好，我
操，这已经是一块多了。穷啊穷啊，太穷了。是。中宅五里站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这个信号灯让说话的都没声。为了您的全体健康，请佩戴防护罩。Next station is 中宅五里。就算不挂，他肯定不看我们同事，也会知道这个事。他不会看你，他有你吗？他只有时候都会看。他们不知道。要去的，我国贸新天地，国贸新天地在对面。要去的对面是国贸新天地，这里是中宅五里站。好，那我到达了国贸那个中宅五里站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准备去那个国贸新天地。国贸新天地其实看得挺近的，但是走过去也要三四百米，走过去也要三四百米。啊，走一个。啊，刚刚呢，就是跟那个，就是还没有转车的时候，还没有上车坐到七路公交车的时候，跟那个客户不是打电话了吗？打电话就是说，啊，可不可以先给我收货码？啊，对方不愿意，就是客户不愿意。他不愿意的话，他有他的道理啊，因为毕竟我东西没有拿给他。但是，就是可能这个是平台就是为了，多收点钱嘛，因为他把时间挤得太挤了，就是说，这个还不是直送平台，直送单。什么叫直送单？直送单呢，就是。我们这边还要走到这么往前面去，我看一下。好像对那边没有那个往那边走的，有往那边走的吗？我再看一下。别的地图上面说有走过去的，可是我看了一下没有走过去的啊，没走过去，就说没有穿过去的。这一排都是，这叫什么树啊？椰子树吗？不知道。就是说啊，对方就是不愿意的话，是他有他的道理，这个我们觉得我可以接受啊，因为毕竟那个你东西都没拿给别人，别人为什么要给你收货码？给你收货码呢，是因为相信这个平台，是不是？不给你收货码呢，是因为我这是权利和对等的关系。你答应了，那你就要权利对等。那现在呢，
就是因为平台呢，就是啊，搞了时间非常短，它非常短的导致的后果呢，就是它有额外的收入，就是超时的收入。还有呢，我刚才所说的，它这个单呢不是直送单。什么叫直送单呢？直送单就是一对一的，一次只能带一单，就相当于大家坐车，坐车有专送单和拼车单。我这个属于呢，我这个就是属于拼车单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想快点给大家给那个别人送过去了，那没办法，那我只能一对一，当时用专车的车来拉拼车的货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先走过去，过去了，快过去，赶快过去，这应该是没电了吧？这后面的这个应该是没电了。我再看看到底怎么走。往前走，往左拐。往前走，往左拐。其实我一边拿着这个拍摄设备呢，一边提着这个很重的东西，觉得有时候也吃的不太消。放一下。往里面走吧。夜店，这个是小孩子玩的。
这个门不能进，进不了。我发现怎么有很多人喜欢开西北门啊，很多小区都喜欢开西北门。这好吗？不好吧。山洞，三号楼。做什么的呀？送东西。送东西。啊，对，三号楼是哪？这边是吧？几梯的？六号，六号。左拐，左拐，左拐。走到底是吧？好、啊，嗯。五元新天地啊，这个电梯有两边都是
两边都是这个，有小孩子按的和大人按的，个子比较矮的就是又按这边。503是吗？全部是的。拿走了。好，如果对方3556。减去5.67，这一单13.26，2.3。啊，其实顾客是蛮好的，就是他，其实他是担心顾客是蛮好的，他是担心那个没送到，所以说那个，拿给他的感觉，这种人的感觉是蛮好的，就是说的。我们送我们这个东西的话，鱼龙混杂特别多，鱼龙混杂。什么人都有，送我们这什么都有，他这样说也是有道理，所以说我这单只有13.多。还在这里先坐一会儿吧，很累。这里有个椅子，这里坐一会儿。我们这单呢，就是给大家看的，是13.23，然后减去公交。公交如果是在一个小时，我们换乘是免费的；如果是在一个小时内换乘是免费的，在岛内，岛外好像是对，就是换乘一个小时换乘，在厦门是换乘是免费的，就一个小时之内，就比如说你刷一下，这一个小时里面你下车然后再刷，一个小时之内。刷的开始就是开始，借一个小时之内换乘是免费的，如果那个超过一个小时就是另外收费的，如我现在是换乘是免费，所以说是0.8毛钱，那个0.8元是8毛钱，如果换乘不免费的话，那我这个送的时间就更长了，所以说一般换乘都是免费，那减去1块钱吧，就是12.23，就是12块钱。就是说差不多12块钱，12块钱，你看看我拍摄了这么久长，拍摄这么长时间，你觉得大家觉得划算吗？在厦门送这个划算吗？其实根本就不划算的，而且是很憋劲，很那个。然后说回刚才那个客户是客户的态度啊什么之类的，没见面的时候态度都比较强硬，那见面了以后态度都比较温和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一个心态，什么一样人。那见面了以后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说第一感觉就觉得你这个人是狡猾还是奸诈，还是那么老实诚恳，或者说是皮笑肉不笑类型，是不是？这见面以后大家就一眼就知道了，就是说所谓的第一感觉。他也我就跟他说对方就是对方，他其实他不是很要求什么时候送到，什么时候时间送到，但是一定要送到，就是说他不一定就是说你那个半个小时内送到，一个小时内送到，他不并不要这样，但是他是要求你说3-4个小时内、2-3个小时内要送到，他没有像系统要求那么短时间内送到，就是说了，行吧，我是跟他说可不可以那个，如果对方打电话给我，打电话给他，就是说你就说修改一下送达时间，我看能不能申请的回来，就是说申请那个账户申请的回来，不申请那个扣款可不可以申请的回来，如果能申请回来就很好，如果申请不回来那也没办法，就是说就13.多了。那这单呢原本的价格呢是18.9毛钱，原本的价格是18.9毛钱，但是如果说即使是18.9毛，就算19块钱呢，19块钱减去1块钱是吧，那个就是18块，就算19块钱减去1块钱，18块钱嘛，18块钱我现在还得回去是吧，
回过来，然后还得回去，还有这么长的时间还得回去，并不是说我过来就不用回去了。所以说，总结一句话，不划算，很内卷，不划算，很内卷。还有的，还有那个大家，还有刚才，等一下啊，还有刚才那个八，就是商家啊，那个达达有那个就是专门的那个工作服，他问我为什么没有穿工作服啊？其实呢，如果送过外卖的，或者送过这些配送的话，大家都会知道一个内部的叫做潜在的规则，叫做什么呢？其实你买的这衣服，买的这箱子餐箱，其实大部分的其实没那么贵，知道吧？没那么贵，它就是买一个资格啊，你能在这里配送了，就是说了，你能在这个平台配送了，你是买一个资格。比如说这个餐箱呢，就比如说50块钱，那平台肯定不会卖你50块钱的，他起码卖你。另外的那150块钱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你在你有资格，你通过考试，通过什么？就是很搞得很正规，通过考试，通过培训啊，这是培训费，这是服装费，其实就是以另外一种名系名内来那个收取这部分的钱，是吧？他不能说你入住我这个平台以后，他不能说你入住我这个平台了以后，就是再收你150块钱了，这不好听，是吧？这不好听，也不应该也不合法吧？就是这样子，他是另外一种方式来收取。那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这个卡可能坏掉了还是怎么回事？它就是提示我，SD 卡速度过慢，就是说大家如果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我微信或支付宝给我资助。那我微信或支付宝会放在视频的开头和结尾，中间也会插一下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今天是2023年的2023年6月15号，现在是19:06，今天是周四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里是充电的，电动车充电的，到下雨天这里不是结淋湿了？